I recall the past real vaguely.杀完就跑，非常的爽。不中他的意，其实他这个鬼就没有用了。打这个掘墓不能出他的意。炮车又没了，这个鬼怎么还在咬我？在反抗宿命，要把他们两个分开。50块，没拿到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哎，我操！别打断我，求你了！就是你，我来救你，我来救你，我们的盾很厚的。那这死了就死了吧。小子疯掉了，我放过了你，你居然想杀我。这么多鬼啊，要把我咬死了。无限，
将法者在反抗宿命。我把大招拉走了，这家伙。好像我不用死了，那我走了。一坨烂肉，怎么能叫烂肉呢？啊，形容的不是很恰当啊！啊，什么格？什么什么什么格啊？注意一下，不要太过分了啊！注意弹幕数字啊！喂，怎么这样玩游戏啊？太过分了。放心，超人会来拯救你的。我俩给你套个盾，没套到是吧？把自己给烦死了。这就是格之威力啊啊！我触发二阶段了，就打 boss 一样，就一阶段还是二阶段的啊！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。